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京派画旦谢群英。谢群英，国家一级演员，他扮相清丽乖巧，表演细腻传神。他主演的剧目有《盘夫索夫》《深宫遇海》《莲花湖》《碧玉簪》《剪花情》《一缕麻》等。他那韵味十足的京派唱腔、成熟老道的表演，深受广大越剧戏迷的喜爱。今天我为大家教唱的是京派的代表作《碧玉簪》当中的《三盖一》。那么在上一期呢，我们教了《三盖一》的前半段，这一期呢，我们教《三盖一》的后半段。那么在教唱之前，请大家先来看一下我舞台上这段唱腔的表演。大家已经看过了那个我舞台上的表演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一句一句的跟我先唱一遍。耳听得叫嘞当三更，声一静。
论家他身上的衣衫都单薄。他今夜起飞要随我冷，他今夜起飞要随我冷，我啥日叫情，我啥时叫他去远行？那远家日定不见好意，他反爱爱结恨。叫秀英成了兵，叫秀英死若能爱心。整段唱腔，这个后半段特别要注意它的环境，夜深人静，他就怕王玉玲，因为王玉玲一直这么眼睛横眉冷对的带他，所以什么事情在他面前做什么，他就都觉得要特别的小心翼翼。这一段就特别表现夜深人静，看他这个样子睡着了，我又怕他受凉。我怎么办？唱每一句都要非常的小心翼翼的这种感觉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一句一句的来啊。耳听得叫嘞当，要注意这个当，就刚才就讲的那个字尾的归韵是一样的道理，就要把音给竖起来啊，用上鼻腔共鸣跟脑腔共鸣，当三经。这三字有的我听有的小腔到位了，有的好像还没到位啊。当三更，这个时间真快啊，已经是三更了。这一句下来后半段全部是长笛拖腔，就是表示那种夜深人静的那种感觉啊。夜
那声意境，就特别要唱的那种，把环境给唱出来，夜深人静的那种感觉。啊，注意这个“人已静”的这个“已”字，啊，声意境，唱的轻一点，夜。家他身上的衣衫都单薄，就看他这个身上的衣裳那么单，就很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好像弄响一点声音把他给吵醒，他又要骂人了，就这个感觉，要把这个感觉给唱出来啊。今夜起飞要谁爱？这个腔很多里面都用到过。谁爱人？爱人呀，要把小腔的这个滑音给唱出来。他今夜起。就是日，哎，但又不能特别的去强调它，就让观众听去是很柔和，就把李秀英那种善良贤惠的那种个性给唱出来啊。我啥时叫他去爱情？我啥？冤家是定不见好意，他犯爱贱。这个贱字啊，因为你知道他的，我若是叫他去的话，他肯定是没有好脸色给我看的，所以呢，他犯贱，就这个贱字里面，我就知道肯定是没有好脸色，就把这个情绪给唱出来啊。冤家是定不见好意，他犯贱。这个贱字还是不是小腔还不是很到位啊？犯贱。横字要唱的有力度，把对他的那种怨恨全在这个恨字里面给他表现出来。要是他就这个小腔就在三盖一里面，就类似这个小腔特别的多，几乎每一句里面都有一个字是他，都有这种类似的这种滑音的小腔啊。要是他受了风寒，要是他受了风寒，成了病。叫秀英成了病，叫秀英就病字后面这个病。
就稍微轻一点，这个人的语气肯定是，要是他受了风寒生病了，哎呀叫我怎么办，就是这个叫字就跟前面的那个语气要不一样了。能字，是罗能，就特别京派也特有的这个小腔啊，字出去以后，腔停下再出来，啊，很有味道的。娇羞吟，是罗能。这个心字应该大家都应该明白了，前面很多地方都讲到过，字重腔轻，安字的发音位置啊，共鸣啊，也是鼻腔共鸣跟脑腔共鸣，把声音给竖起来，字的给它立起来，安心，马上收回来，心哎呀，叫我怎么安心，怎么办啊？就把这个情绪在这个腔里面给唱出来。是哦，能安心。那么这一段我们逐字逐句已经教完了。那么下面有哪位观众起来唱两句？耳听得叫嘞报三更，夜一声那声音冤家他身上的衣衫多单薄，他今夜起飞要走冷，我啥子叫冤家是定不见好意，他犯案件。很多咬字你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这个字到这个字，你没有重新的咬，也一声。那声就含糊的带过，没有把字咬出来，声音，哎，比如说受寒冷的寒字，他今夜起飞要随我，你是随啊，那你是受跟寒就这么带过去了，你没有把随我，哎，你没有把这个寒字，还有正安心的安字，你都没有重新把这个字头给咬出来。还有那个呼吸气息的问题，气息你自己回去可以去唱一下，你觉得我这个地方要呼吸了，你就给他做个记号，下次就这个地方呼吸。因为每个人的气息不一样，所以气口有的也不一样，要因人而异。那么下面有哪位观众起来唱两句？Thank you.
那生一心，见那冤家他身上的衣衫都带破，他起飞叫随我爱人，菩萨是家他去爱情，那冤家是他听不见好意，他犯见见那冤家，冤家的冤字你没咬准，见那冤家，那冤家，哎，那还有当，共鸣腔没有，当，这个小腔完全不一样的，哎，要把这个小腔给唱到位啊。还有那个见字，你两个见都不对，见那冤家，见字顶不见好意反见恨的这个见字你都没咬对，不见见，它的归韵是哎，哎，对，你的不见好意，他反安吉，那这个吉字跟见，它是不是它见的归韵是在安字上面？哎，不见好意，他反安安见，对。见这个字的归韵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把三盖一的后半段为大家在现场示范演唱一遍。刚才大家看了我的示范演唱，下面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问我。谢老师您好，就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，那个您在唱京派的时候很注意就是真假声的结合吗？在发音当中应该怎么样就是利用假声会比较好一点？如果纯粹的假声跟纯粹的真声它没有过渡的话，那是很难听的。
为他这个真假，像我们也一直就舞台上这么多年，他是慢慢慢慢摸索到的，就是真假声结合，让观众听不出他这个中间的那个痕迹，过渡非常的自然。所以这个要平常你要自己去练的，自己慢慢的从真声慢慢的把它过渡到假声，自己要不断的要练。真声的时候声音是往这儿出的，一慢慢就从鼻腔上一到脑腔上面就是假声出来了，咪就完全在这里的声音，哎，咪嘛，靠气息把这个声音给顶上去。你没有气息的那个假声是很虚的，你如果不呼气，啊，不用气的假声它是虚的声音，你用气，啊，它就是很亮。下面还有哪位观众要提问题？老师您好，我想再您再把那字音再帮我再纠正一下，就是桥楼打坝二更鼓的桥，就是在唱的时候要。是交，不要读交，交就是交跟桥的之间，交嘞，也不是桥，也不是交，交嘞，当吧，就是折中的这个字。那么我们今天把三盖一的三经也教完了，所以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环境，我刚才讲过了，夜深人静的小心翼翼的这感觉，还要特别注意几个字的小腔，类似那个他，还有范杰。那么下面我们大家起立和我一起合唱一遍。